大家好，我是华健，我是周华健，在这里要祝福，叮当4月28号，这个要强调一下，叮当啊，4月28号歌舞线上2012世界巡回演唱会马来西亚站圆满成功啊，叮当恭喜你哈，我原来只是叮当的一个师兄哈，这个师兄也没有什么原因的哈，只不过是。我年纪大哈，比较早加入哈，所以我是叮当的师兄。现在这个师兄已经演变成为叮当的歌迷了，恭喜你，叮当！这个唱歌的技巧哈，舞台的魅力啊，包括现在载歌载舞的这个各方面哈，已经越来越圆熟了。那是观众的福气，是你的粉丝的福气啊，是你的师兄啊，就是我哈的这个。是粉丝的哈，是歌迷的福气。叮当祝福你哈，一切都更好。然后这个很多歌在你手上已经发光发热了哈，那个哈，一切都更好，谢谢。